照理说没那么快。他是在演险的。掉出来。啊。影后。要暴走了，要暴走了。他演的好像吃辣的感觉哦。要暴走了。他是得过奖的。好，一个是好吃的原味蛋饼。原味蛋饼啊，另外两个是极咸的蛋饼，但是新来的先吃啊。可对啊，如果吃到闻不出来的啦，咸咸是闻不出来的，他就想要闻它什么味道，不行啊。重，这是吃到咸，这吃到咸。你看看，吃到一半可能抖一下。又停顿了，对他0.1秒。他刚才吃没什么味道，说哇怎么那么咸？要吃完。他现在在掩饰他嘴巴里面的咸。好，吞下去。你要水吗？好，吃完了，第二位，朱文轩。哎，哎呦，朱文轩，他就想弄我。一定要闻一下。我还是讲句闻不出来的。好了好了啊。现在是在表演吊郎当歌，演得很好。快骂淑珍，不要这样加那个字可以吗？你说淑啊，再骂珍字，贝贝，哦，照理说没那么快，他是在演险的。影后要暴走了，要暴走了。他演的好像吃辣的感觉哦。要暴走了，他是得过奖的。有蔡淑臻演成这样子，实在是突然换一个演法了哦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是勾的。杜演吃到正常的。杜演吃到正常的。我觉得那个文轩刚刚中间好像那个东西不敢放在舌头上面的感觉，一直放在这边。哦，我觉得杜演的可能性很大，的确的确有可能。徐正姐这是反逻辑嘛？真的吃到咸的，然后就直接给你看。对，就这两个。我觉得啦，卓文萱应该是吃到了。我觉得蔡淑臻吃到是正常的。对啊，我就是我觉得就这两个。那是他的套路，不觉得吗？他故意演咸的。你真的了解我哎。因为我刚看杜演在吃的时候，他咬到第几口的时候，突然会有一个抖一下，突然咬到一块盐巴那种。因为照理说盐巴是吃到第四五口才会出来。来，时间到，请给答案。难吃的表情。小王，我没意见，你们俩。你杜演，我蔡淑臻，来剪刀石头。又猜拳。蔡淑臻。啊，你去。走了跟员外一样。北北，有事吗？北北，你该不会酱就有咸的吧？是顶到咸的吗？好吃极了哦！我觉得它是咸的，你吃，我觉得换吗？能换吗？不行，不行哦！什么？很好吃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蔡淑臻这样就知道一定是咸的，那应该是咸的，是吧？嗯，对啊。你刚选他啦？对啊。干嘛？这也很好吧？文轩吗？他竟然被我们撇掉了！哇，好好吃哦！最强搞笑咖 KO。